现在的人会随身携带的东西，用那个东西来做一些防身用啊。那越是暗器的东西呢，你的身法步伐越要好啊。你拿一根大木棒，你随便挥都可以啊。越小的东西，你身法步伐不够的话，那个东西的效能就很有限啊。好，腿还行吗？啊，行吗？可以，我们来走拳。